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出现我上面影片中出现的一些症状，反正我自己呢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就陷入了这种季节性焦虑。我每年就是季节性这种情绪失调都不是特别的明显，在今年额外的严重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封城的原因，平时的话呢可以出去跟小姐妹们喝一杯啊，跟朋友聊聊天，或者最起码我们冬天会出去旅游一下，还有一个圣诞节，一个圣诞集市可以期待，那么今年就是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自己吧，很多人尤其是留学生或者是这些海外的朋友们，大家今年的情绪失调问题应该都会比较严重。不知道镜头前的你们还好吗？我想把它拍出来。刚开始我也是不想把这种负面情绪分享给大家的，后来我想如果我有这种状况，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，那么我想就把这个影片拍摄出来，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。我想告诉你们，你们并不孤单，你们并不是一个人，很多人都在遭受着这么一个状况。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去改变我们自己的现状呢？从12月份左右吧，我就开始做一些小事来调节自己的心理。这2个月确实感觉是就是舒服一些了，我就想把我自己做的这一些小事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也能开心起来。第一个我推荐大家去干的事情呢，就是去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喜剧。当然这个是由个人决定，我觉得看喜剧是最轻松最爽快的这么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叫做米兰达，但是我真的好喜欢，所以我一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看，让自己笑一笑放松一下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喜欢冬天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常常放着鲜花，因为冬天的时候它整体的氛围基调都是比较阴郁啊，外面也都没有什么绿色的草，叶子也都掉光了，所以我觉得屋里面有一瓶鲜花可以让我时时保持着好心情。我每周都会去超市买，因为超市会比较便宜，然后它每一束基本上是2欧左右，所以一周我会花4欧的左右的钱来买花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然后花摆在屋子里就让屋子里显得更明亮一点，我也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心情。第三点，我觉得在冬天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吃的营养又健康。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会不知不觉的非常的嗜甜，而且想吃各种各样的碳水化合物，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体重上涨。女孩子嘛，当体重上涨发现自己变胖了之后，心情一定也不会是很好。在冬天这样的季节里面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恶性循环，所以我会特别注重自己每天吃的东西，每天都会给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。我会尽量刻意的去减少一点碳水，注重一些营养的搭配。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做菜的这个过程，所以每天我的菜都会各种各样的变换。反正对于我来说，好好吃饭，做一个干饭人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第四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冬天我喜欢家里有好闻的味道，所以我会去买好闻的熏香或者是好闻的香薰蜡烛点在家里面，这样家里面时时刻刻都有一种让我觉得很温馨的感觉。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冬天都会选择出去游玩，去阳光明媚的地方，或者是说去泡温泉。我个人很喜欢去我们这边的一个游泳馆，在里面可以蒸桑拿呀，然后那个水也都是温温的，在室外游泳池就有一种泡温泉的感觉，特别的爽。尤其是下雪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外面云雾缭绕，然后有厚厚的积雪，你在那个水里面暖暖的泡着，简直是啊太爽了，简直就不要说了。但是今年嘛，这种情况就肯定不可能发生了，所以我喜欢在家里面泡澡。德国超市里面呢会卖各种各样的浴盐，我会去找自己比较好奇的味道，然后回来泡。我有一种猎奇的心理，然后把浴盐撒在暖暖的水里面，敷上一个面膜，我会觉得特别的享受，就是身心放松，有一种就是在做 SPA 的感觉。接下来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记得补充维生素 D。 我觉得维生素 D 无论是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，尤其是应对季节性情绪失调。一般我们会喝的呢就是德国超市经常会卖的这款，它的中文名字好像是叫做小红脸，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喝，就有点像芒果味。我们每天都会喝一点，这个是在冬天里面必不可少的。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是去问一下自己的家庭医生，让他给自己开一些适合自己的，或者说是自己去超市里面看一下。那么不仅仅是维生素 D， 我们还会非常注意维生素 C 的补充。维生素 C 我觉得它最好的摄取方式自然就是在天然的水果里面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熬柠檬姜茶，然后里面放上一点蜂蜜，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暖暖乎乎的，就是特别的舒服。或者呢我们会在西西里买那种雪橙，雪橙去榨那个橙汁
出来喝也是非常的甜，里面有充满了维生素 C， 我们两个也都是很喜欢。或者我也会在德国的超市买那种普通的橙子，无论是做沙拉还是就是平时切了当水果吃，我们都会保证一定就是会有这种新鲜的维生素 C 的摄取。当然了，如果新鲜的维生素 C 不足的话，我其实也会去买那种就是冲剂。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呢是这款，它的味道是就是姜，有点姜那种辣辣的味道，然后又有着那个柠檬的味道，又不是特别的酸。就是我买过特别酸的那种维生素 C 的冲剂，我就不喜欢，有点酸酸的苦味。但是这个就是酸酸甜甜配上姜的一点点辛辣，就姜姜的好。我一般自己在感觉身体比较不舒服比较弱，或者是感觉马上要生病的时候，我就会喝这种维生素 C 的冲剂，第二天身体就会变得舒服很多。第八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朋友和家人的支持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尤其是比如说像我还好了，我家里是两个人，我跟我老公，我们两个平时还可以闲聊一下呀，一起看个剧什么的。但是留学生就非常的难，自己屋子里可能就自己，每天要上网课，就会非常的孤独。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家庭和朋友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，要每天跟家里人聊聊天呀，不要互相灌输焦虑的思想。当然就是疫情这方面的事情能不谈就不谈了，谈一些往日比较美好的回忆。然后我也是开始做视频之后呢，认识了一个也是同样的 YouTube 博主，叫做花木兰姐姐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她的频道，她的美妆视频做得非常的棒。最近我们两个呢就是一直在聊天，然后聊我们各自的兴趣啊，以前去旅行的过城市啊，还有我们以后对自己生活的一些计划，我还觉得就是蛮开心的。然后每天就是拍视频和工作的间隙，我们两个就会聊聊天，就是特别的好，我觉得陪我度过了这一段艰难的时光。第九点呢，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冬天必不可少的是蜡烛，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蜡烛，还有之前我在视频里面给大家看过的，我会买好看的烛台。因为每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，所以说这个没有光明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熬了。我每天三四点的时候就会把蜡烛点上，这样就会对我有一点心理慰藉作用，就是房间里有一点点光明。而且蜡烛它也是我觉得很温暖的。如果你喜欢没有味道就买没有味道的，如果像我这样我喜欢家里香香的，我就会去买香薰的。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它对我有一种就是疗愈的作用。第十点呢，我非常推荐就是大家经常去户外走一走，虽然不要去闹市区，不要去一些什么逛街啊什么的，但是如果家里附近有森林，就比如像我一样的话，或者是有湖，就是出去走一走散散步，真的会比一个人在家里面心情要好。我是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好像生理跟心理在做一个对抗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如果我不去克服它的话，我就永远不想动。所以每次出去走一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哪怕是清冷的，我就会觉得瞬间提神醒脑了很多。然后我们附近还有个秋千，有的时候我还会坐在上面听个音乐逛一逛，心情就会稍稍得到一下缓解。第十一点呢，就是和自己对话。我会去看自己之前的游记、小红书上面发的笔记，还有 YouTube 上面发的旅游视频，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的我自己。我也会去找之前朋友送给我的明信片，好像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对话。我会去看自己过去写的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可以感觉仿佛就回到了那个时候，看到了那个时候的心境，也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成长。这好像是我2013年的时候去梵高博物馆的门票，然后还找到了之前去希腊玩的明信片。我之前去西西里玩的时候不是拍了很多很多就是旅游视频吗？这段时间呢我都会翻出来看，就会看的时候就好像我又吃了那些很好吃的东西，我又沐浴在那样的阳光下，就让我短暂的在现实社会中，就是现在这个环境中得到了一点点逃离。第十二点我觉得最重要的，也就是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，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不要去否认自己的情绪。因为我们这个情绪一旦产生，无论是可能外界给我们的压力，还是我们自身的一些负面的想法，我们都不要去否认它。因为如果我们去否认它，这个情绪只可能越来越积越大，然后到最后它会爆发，然后一发不可收拾。我们就去坦诚地面对它，去拥抱我们自己情绪，就是我就是不开心，我就是现在有一些难过，那我就去感受我这个难过，然后同时去想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，那我可以做一些什么让自己好一起来。我会自己把这些情绪写下来，或者是输入电脑里面，或者是像在现在像我做视频一样就是说出来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很多。这是一个自己与自己的对话，然后自己让自己情绪上面的一个释放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做视频是一个让我很解压很放松的事情，我会把这些我各自想说说出来。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，那你就可以拿一支笔把这个写下来，或者是输在你的电脑里面，我觉得都是无可厚非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这两个月做的12件事，然后会让我的心情慢慢的变好。我明白让自己的心情变好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，我自己现在也在跟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情绪失调继续做斗争，并不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但是我想告诉镜头前面所有的人，就是说在你如果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候，也可以想到去寻求帮助，不要觉得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可耻的，也不要为自己的这些负面想法所影响。人活一世，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冬天，也都能心情愉快的迎接春天和夏天的到来，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吧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